嗨，大家好，欢迎你们来到这个充满爱的大家庭。林峰，其实我觉得很感恩，因为每个星期我们都可以来到这里，也可以看到这个可爱的你啊。哇，雪琪，雪琪，我知道 ，OK， 我很可爱，但有一点英俊 ，OK。不过其实我也很感恩呢，我相信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。让我们跟隔壁的来说，可爱的你，见到你真好。可爱的你，见到你真好。哎，你在干嘛哦？一看就知道这本是本圣经啦，你知道圣经对我们有几重要没有？雪琪当然知道啦，所以我们今天再次要告诉大家，神的话语是我们生活上的指标，也是我们的帮助。所以请大家记得要继续的出席每个星期天1点到3点，分别在 L36789 的101、102、103、104的圣经装备课程。那么其他已经完成圣经装备课程的人，将会在 L3 的 Center Room 继续领袖训练课程，所以到时间哦，耶！接着在3点30分将会有我们的遇见神祷告会哦，祷告的勇士们不要停止我们的祷告，对，因为祷告带来更新和力量，只要与神连接，你的祷告就会有大有能力，耶！同样的，每一个弟兄姐妹们，如果你是中学生，我们欢迎你参加第一堂5点的聚会。如果你需要交通载送，可联络组长安排载送。如果你是大专生、大学生、各行各业、职业人士或专业人士，我们欢迎你和你的家人来参加我们的第二堂，就是7点半的聚会。我们期盼每一天的聚会都看到你的参与。我们的新朋友，下次欢迎来到我们当中。CYC 一次的欢迎，永远欢迎。林峰，林峰，你在做梦？你不要吵了。为你的婚礼在做瘦身的东西啊！哎呀，雪琪当然不是啦，哎，整天想着结婚，你已经结婚了 ，OK。好，因为呢，在这里呢，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那就是呢，11月5号 ，CYC 将举办大型的家庭运动会哦。是的，我们欢迎大专及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以及家庭成员来参与。所以呢，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哦，相信它能够让你留下美好的回忆。但美珠梦，你还没有来载我，我要迟到了啦！哎呦，快点来啦！哎，雪琪这么啰啰嗦嗦，在这里干嘛呢？我要去小组啊，我要迟到了啊！小组，小组要去的吗？是啦，当然，小组是帮助我们生命成长，还有是我们一个的属灵小家庭。透过弟兄姐妹的团契，我可以建立一个成功的人际关系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是的，要告诉大家呢，小组帮助我们能够发展我们组织与团队配搭的能力，让我们迈向非凡殊荣的未来。林峰，林峰，快跟我一起去！好了，好了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最后要再次提醒大家，在聚会进行时，请大家不要随意走动，也请把手机关成静音模式，谢谢大家的合作。好了，今天的资讯就到这里为止，我们下个星期再见，拜拜。